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。我是来自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的胡倩老师，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愉快的音乐课堂。各位小朋友们，今天啊，老师从远方带来了一位新朋友，你们想认识他吗？大家好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我的名字叫迪丽拜尔，你们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吗？我的家乡是位于我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族，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。我们这里地大物博，幅员辽阔，是举世闻名的瓜果之乡、歌舞之乡。一说到新疆的水果，那可是琳琅满目，品种繁多，一想起来就口水直流。这位新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家乡在哪儿呢？原来这位新朋友叫迪丽贝尔，他的家乡在美丽的新疆维吾尔族。我们跟随迪丽贝尔一起到果园里去逛一逛吧。有人说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，不到新疆不知道天山有多么雄伟，不到新疆不知道丝路有多么传奇，不到新疆不知道民俗有如此多彩。但是今天不到新疆，我们都知道新疆的水果有多甜，因为新疆水果已经走出天山和大漠，走进神州大地，走上我们的餐桌果盘。那么新疆的水果为什么这么香甜呢？就让我们回到新疆，探秘新疆水果背后那香甜的秘密。新疆的水果有着浓郁的地理和地域特色，几乎所有的新疆水果品名都以当地的地域冠名，如吐鲁番的葡萄、库尔勒的香梨、哈密的大枣、阿克苏的苹果、温宿的核桃、阿图什的无花果、沙车的巴旦木、和田的石榴、金河的枸杞等等。新疆都盛产什么水果呀？哈密瓜、香梨、苹果、葡萄，真是琳琅满目。听说最近是葡萄成熟的好季节，来自我们苏州的小朋友晨晨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哇塞，这么多好吃的水果，我可听说最近是葡萄成熟的好季节呢，我想跟随迪丽贝尔一起摘葡萄去。小朋友们，葡萄园里的葡萄虽多，可不是随便能摘的哟，得准确敲击出葡萄园的密码节奏才行。我们来听一听第一个密码节奏。你能准确敲击出这段节奏吗？大家可真棒，我们可以模仿出这段节奏的强弱规律吗？我们再来一次。哇，第一关闯关成功，你们成功摘取了第一串葡萄。第二个密码节奏，你们可以自己来试一试吗？同学们可真了不起，大家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葡萄摘下来了。我们再来一次。第三个密码节奏可有点难哦，小朋友们可仔细听好了。
你们敢来挑战吗？大家一起来试一试。小朋友们真棒呀！注意第二拍上的16分音符，大家要打得均匀连贯哦。成功就在眼前了，我们再来一次。祝贺小朋友们摘得这么多鲜甜可口的葡萄。新疆的人们热情好客，知道我们远道而来，正在葡萄园唱歌跳舞，欢迎我们呢。新疆的舞蹈带给大家怎样的感受呢？哦，正如新疆的人们热情奔放。瞧，我们的晨晨小朋友已经换上新疆的服饰，加入到他们中去了。歌曲大家熟悉吗？叫什么名字呢？原来你们小的时候就已经会唱了。不错，这首哇哈哈就来自美丽的新疆维吾尔族，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，由作曲家石夫根据新疆维吾尔族民歌记谱编词创作而成。歌曲表达了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对祖国的热爱，我们一起来唱一唱歌曲吧。歌声可真好听，那我们先来学一学新疆舞中女孩的动作吧。你们学会了吗？下面邀请男生来唱歌，女生来跳舞。
学一学男生的动作。这次我们邀请女生来演唱，我们男生来跳一跳吧。接下来我们邀请上自己的舞伴，男生女生来合作跳一跳，一起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中来。老师带上了新疆特有的乐器手鼓，也想加入到你们中来呢。新疆的人们能歌善舞，热情大方，他们还精通各种各样的乐器，这些乐器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美妙动听的歌声。第一位神秘的乐器朋友是谁呀？他是怎么来唱歌的呢？哦，是响板。别看他个头小小，却能发出清脆透亮的声音来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。我们来模仿一下。真棒！跟随音乐，我们拿起响板，一起为歌曲伴奏吧。器的小朋友可以敲击铅笔或桌子，利用身边的物品来为歌曲伴奏。我们再来一次。神秘的乐器朋友又会是谁呢？他又是怎么唱歌的呢？原来是手串铃。手串铃有两种敲击的方法，一种是拍奏法，通过另一只手拍动拿乐器的那只手，震动发声。这种方式通常用来演奏四分音符，我们来听一听。我们来模仿一下。很好。另一种是摇奏法，一只手拿手串铃，通过手腕的摇动发声。这种方式通常用来演奏二分音符，我们来听一听。我们来模仿一下吧。
我们跟随音乐，拿起手串铃，一起为歌曲伴奏吧。没有乐器的小朋友可以利用身边的物品来为歌曲伴奏。我们再来一次。同学们，我们把这两种乐器加在一起来演奏吧。大家玩得好欢乐，老师羡慕极了，我也想加入到你们中去呢。接下来，我们完整聆听歌曲，小朋友们一起唱起来，跳起来，动起来吧。新疆真是个好地方，不仅瓜果甜，歌舞美，人们还能歌善舞，热情好客。愿我们汉族的小朋友和维族的小伙伴们在祖国的大花园里快乐成长，友谊长存。最后，在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课。